超级轻松。好，我们谢谢陈龙，谢谢。接下来呢，娜娜和欣欣将作为两位队长开始进行队员的选拔，选成两队之后，我们要比赛跳高的成绩。那么成绩更高的队伍，我们将会以他们的名义为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思源实验中学的同学们送去丰富的乐器设备，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好，我们马上摆一下我们的跳高的装备。国庆爱运动游戏规则，娜娜和吴昕担任队长，两人通过跳高对决，在候选人中选出自己的组员。候选人分别是维嘉、海涛、景博然、邓伦、魏晨、金大川。组队成功后，两队轮流进行跳高挑战，总共三轮，每轮每队派一人出战，每人一次挑战机会。三轮结束后，两队各在助力团中抽取一人作为外援，助力团员分别是何老师、侯鹏岩、李浩飞和四位运动员，最后累计跳得更高的队伍获胜。